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身体这样抬起来。哎呦，光是这一招，还没有，我们的脚要顺着我们的那个反作用力，要慢慢的往上抬高。就在青青河畔，牛哥拿着他的拐杖，拐杖，脖子下来一点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心脏跳动得很快。大牛的斜杠人生。非常充满充血，十八铜人，第三名啊！什么意思？就是讲你是都要是十八铜人啊！哇，我充血的呢！别乱看！哎喂，查甫人若没充血是足恐怖的，就是脑充血的败啊！对嘛？我讲爱分部位啊！哎呀，对啊，对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嘛，讲来听看嘛。充血十八铜人，应该是讲你健身吧？到底什么啊？哦，健身啊，真的。但对健身哦，我听人讲罗时丰起码有六块肌啊，真的啦，真的啊，真的。你看，一千块钱啊，你看闹筋闹肝嘞。对啊，哎，可以摸一下吗？哎呦，真的有六块吗？没有，不到六块，你要这样摸。哎呦，啊，这个腰能跑不平，啊，你咕噜咕噜呢？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摸，从这里，从这里。我一卡到乌龟用。现在，哎，真正好呀！闲啊，都要每一个咧咧表情咧欢喜欢喜。你看，喊你食的物件，咱食的拢就欢喜啊！啊，喊你蒙往上，往上。你看蒙了，这拢跪地啊！哎，拜托拜托，你马上蒙这样。人家八度腰吼，看到什么物件都好食。哎，他有胸部。胸肌。哎呦。哎，你在闹较大个。哦。哦呦。天哪！导播特写，导播特写，你干嘛？哎，今天有练哈。哎，你摸哪里呀？你看，而且那个赛事还蛮好的。这最少有 B， 这用脸盖用哦。B 罩杯有啊。哦，哎，有两个无言的山丘哈。我也。而且我一只手就握不住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有付钱吗？这就是主持人，同学嘛，同学嘛，舅妈同学。你拿那两哦。为了要证明功，你也要证明你的斜杠人生，你的体态哈。我要强几笔叫做健康甜心。哎呦，哎呦，来个很牛，来跟你做一个交流。那么好，还有甜心呢，哇，真的。本节目就是有这么贴心的服务。是啊，是啊。也卡也塞给阿基你看一下。哇，这样假啊！真惊啊！那么怪物。我来夹好，全拢用卡来夹。像单脚走路，你像你点亮不抛个点亮个屋里面狗球。哎呦 ，OK， 来欢迎茵茵小姐，有请三位按家。哎呦，哦，还有茵茵没带。要跟我一起跳吗？很简单哦。哎，今天好。来，左脚，右左右，来左脚，右脚。今天厉害呢！来，换脚，很好，换脚，预备，恰恰恰，会不会？恰恰恰，出拳，转转来，出拳，来转转，出拳，很好，帅哦！再从头，换边，反右脚，预备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出拳。好朋友，好朋友，我实在话久啊嘞，到底话久啊，实在啦。欢迎你再度光临，是是是，谢谢。茵茵最近已经红到国外去了。上次来温家宝要求收视率胖暴增，一号卡给啊，给你变点舞哦，对啊，对啊，红到国外去，他拍的那一些用他曼妙的那个舞姿有没有？有哇，然后拍台湾各地的这个美景，真的。我在做个计划叫做记录台湾这样子，是啊，是用身体，所以叫用身体记录台湾。
然后到台湾的各大美景，然后去拍一些芭蕾舞的姿势。哇，好美哦！真的，台湾啊，真的好美啊！哎哎，国华周子阳都关注到他哎。因为呢，一开始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线条，对，广而大之，看到后面整个景色，哇，相得益彰。但是大娘那鬼表情很扁一些呢，啊，好像变多瑞，现在变得好腼腆哦。不是，没有，本来就是。美丽的事物就是要让大家多欣赏的，okay, 对不对？谢谢。对啊，不是人就已经长得美了，那个照片拍起来更美。更美。今天我都没有赘肉哎，有啦有。这不刚约出去呢？干嘛呢？我调一下。我刚刚看平衡。别那边。不行。麦克基。不行，清搞公公，我们可以不礼貌的请教岁数吗？哦，我现在也33。哦，很年轻啊，但是保持的这个条件非常好，33岁，对，几岁开始健身？因为我是舞蹈系的，所以我其实5年级就开始学芭蕾舞。对，那真正有接小学五年级，小学五年级，那真正有接触健身大概是5年前吧，5、6年前，跟你一样啊。哎呦，我也是，哎呦。会不会是那一天一起去？有吗？有吗？被发现，被发现，所以今天是两位一男一女健身大师，今天很牛，好不好？阿年，你两个应该有什么厉害的招数，会跟我们两位分享？哎，真的，可以来教我们一下，今天也来学习一下。他比较厉害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啦，我真的我就是做一般的运动。那我下面瑜伽垫，请上来。哇，这么好，还有瑜伽垫。首先是哪一个方面的训练？因为我觉得女生其实不管男生女生，其实大家都很在意前面我们看到的，对，比如说腹肌啊，或者是想要健身胸啊，对对对 对。可是其实我们站姿啊，就是背的部分很重要。女生常常会驼背，妈妈抱小孩啊，或是我们长久坐啊，怕白啊，有没有？然后那条咖，平时肚子都会凸出来，就是我们背没有力气。对，所以我们在家里可以简单做一些背的训练，加强背部。背，没错，非常简单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身体这样抬起来。哎呦，光是这一招，有安尼啊？碰过，你最近不是腰酸背痛？哎，对，腰酸背痛，我再给你助先啊，看没看到？等一下，就这么简单吗？对，先抬起来而已。这样要多久？对，还没有。我们的脚要顺着我们的那个反作用力，要慢慢的往上抬高。抬高之后呢，我们的手轻轻的把它放掉。虾米。这很难吧？可以的朋友呢，进阶的来了，我们要做交叉脚。哇，可以啊，完全连脚都抬不起来。所以这腹肌要最无赖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腹肌要有力，但是背肌比较重要。核心肌群，对，核心肌群。牛哥，牛哥应该没问题啊，牛哥。哇，我多不了，哎呦，来破箱。有必要看别动作吗？哈。有，我曾经看他做一个这个抬腿的动作，你到底要不要做了？你以为讲完就可以进广告吗？来，杜安呢？来，一老师指挥一下，先撑高，对，先撑高我们的胸部，背先抬起来，对，然后呢？但是肚子要在地上。其实对肚子可以吗？可以，对，肚子在地上，然后想办法。去喘一个话，你有跟我说你练5年吗？然后想办法哦，慢慢的变成是我们的重心在腰。肚子碰不到，哎，那也碰不到哈。难怪你刚刚讲说没有那么软，一点点就好。你可以手肘在地上，对，手肘在地上，对。然后呢，你现在可以脚慢慢的离地一点点，抬高一点点，对。然后呢，手放掉，放得掉吗？放不掉。来，我们帮你，这是教练的用处。来，手放掉，放掉，很好，很好，延伸，很好，没错。交叉，好，放下。你别很厉害，这样子哪里最酸？是腰吗？腰最酸吗？腰或背。卡撑。卡撑最酸了。哎，这边不会追啦，哎，不会追，有运动到。那你不能做。我懂我。那个要不要先进一下广告再回来？你买。你买唔汤啦？我唔汤，我几岁啊？我哩。我就知咧。你现在袂使。啊，无啊，我报告袂使，我是讲我穿裙嘛。金棍那不差，金棍那不差。你我等过你，你等过你少一点。哎，干过了，干过了，麦古麦古了，教练，麦古和我，啊，你帅。哇，其实已经有力了呢，他已经有了，有力了，交叉。哎呦，厉害！开棍了，加注意。高！哇喂哇！自由式。人看起来敢那美人鱼，你看起来敢那水鸡。那差得济。
那个茵茵老师，这跟体重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跟柔软度没有关系。大牛哥，丢你啊！我多少做过啊？我一家这，我你干别行。我把看过伊做几个动作，有时候滑那个 YouTube 嘛，滑一滑，哎，他就会有一些运动系列的东西，是，对对，哎，就会跳出茵茵的，哎，我看哦，够厉害了。所以你把这个欧起来。什么动作？哎，有没有卫生纸啊？你要干嘛？为什么还要卫生纸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怕流鼻水？不要想歪。一般呢、啊，我们就是可能就这样抬嘛，嗯，对不对哈？这样抬嘛，他非常的优雅。从旁边拿了一张卫生纸，然后脚桥夹膝盖，哦，抬起来，然后就夹在中间。哎呦，然后呢？就安尼夹，哦，一个膝盖给夹掉了。哎、欸，足深的呢。哇，你很仔细看，这是练哪里？练腹部。这其实全部核心，大部分对，但基本上是核心，哦、但全身都会用到力。对对对对，你两天没再起来。你很厉害哎，我这个会累哎，你做好多下哦。他真的是有练过了。真的，叫我这里发抖了。对，他的腹肌很有力啊。我其实那个要怪怪啊，不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刚起来，刚起来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茵茵老师，麻烦你就高脚椅位置。好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啊，不啊，这第一行，第一行，第一行，好嘞。啊、那个都爱那个斜杠领域的白给我，应该还叫伊搁加做一挂，靠。我无咧看这摆姿势嘿。最摩登的感觉。摩登。What is this modern? I don't know. You don't know. You just hit the sky. 我有摩登的感觉嘛。I love you modern, I can say. Modern, 什么呢？电音。哎呦，这电音那个这音音最厉害了，电音。你又讲电音又讲跳舞了哈。哇，那跳起来哇！今天电音跨过一条啊。哇。我有一直 follow 你，真的谢谢牛哥。你要留 line 吗？你今天对，你今天怪怪的。对吗？前别问我太多，也不要太多的规矩。如果喜欢就待在一起，吃着路边炸鸡，随便谈天说地，幸福就是随心所欲。偶尔开个玩笑，这就是我的 view， 相信你也不会介意。看着有点脾气，这就是我的 view， 因为我不喜欢虚情假意。爱并不是随时随地，不是表演，不是生意，我就在这里，真实看着你。这就是我的 view， 就是做我自己。哎呦！哦，这个电音呐，啊，你都笑脸皮了。你跳起来真的那种律动真的是很性感呢，有吗？所以你有没有律动感啊？有。另外一个面向的罗师傅，对呀、啊，完全不敢看电音，所以今天因为你来，很多人慕名而来。哦，包括那些茵茵小姐哈 ，take 这里然后为配合你的那个斜杠人生啊，你健身啊，你老公呢？对啊，哎，有没有卫生纸啊？脸不红，气很喘。每一个好一点，为了巨星啊，老公。哦，大概来一家拢刮老干。啊，你差吗？当然你差啊。怎么我差？来，茵茵小姐。啊有呀。茵茵你来我的节目真的太干嘛呢？茵茵不能没带吃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菜了啦。早就不是，请下手。啊，那天哎呦，就在青青河畔，牛哥拿着他的拐杖，拐杖，有，可以，第三只脚。可以，谢谢茵茵小姐，谢。对，醉了。哎，胸前有一点流汗。啊，真的。胸前。脖子下来一点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心脏跳动的很快。你是心脏是不是越吹跳出来？不是龙啊。一顶在吃，一顶在倒。谢谢茵茵小姐，麻烦你这张哦，这张你贴大颗，来来接啦。好，这张你贴大颗型啊，叫等两碗全都备份。啊，身材都变好安尼。足薄的，我跟你讲诶。